在快速的现代世界，为疏解日益增加的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，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，慢聊、慢饮、慢食、慢泡、慢读、慢写，饮酒喝茶、读书唱歌，享受放松以后的那份惬意。位于阿尔蒙提市的妈妈乐阿尔蒙提 Plaza 焕然一新，提供给大家休闲娱乐的新去处。在妈妈乐公司的用心经营之下，他们受到了社区的喜爱。广场当中的三家道地美食也值得推荐。广场内的知名秘鲁美食明苑最有特色，是目前圣盖博附近唯一一家秘鲁餐厅。不论是少见的秘鲁菜，或是广式粤菜，都令大家流连忘返，一试再试。啊，我们这个龙虾，这个龙虾是那个黑椒清酒做出来的，那个味道特别好，蛮好的。这个芽菜炒到干，看来很普通，可是它很爽口，那个口味啊真是很爽啊。那个沙姜鸡呢，我们是用那个沙姜片还有当归炖出来的。常来面点美食老板的台式热炒，配合老板娘亲手制作的北方面食，吸引了不少洛城的南北老饕。这就是我们常来的菜，有牛肉卷饼、葱油饼，还有锅贴，还有韭菜盒子，还有饺子。这是芝麻牛蒡、台条鱼片，搅和，凉拌土豆丝。来常来吃饭，四心一意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知道厨师的用心，还有爱心，客人吃得安心，吃得开心，一就是很满意，这就是我们做菜的宗旨。还有正宗的上海美食，上海小厨口味紧跟现代人的脚步，为了更适合现代人的清淡饮食，已经逐步变为卤汁适中，既有清淡素雅，又有浓油赤酱，讲究鲜嫩色调，鲜咸适口。特别是夏秋季节的美味佳肴，香味浓郁，颇有特色。我们的特色，我们一般就坚持原味的那上海的风格，然后呢，粉皮鱼头、砂锅啊、卤猪脚蛋、上海油爆虾、小龙、蚕豆这些。那在这边呢，已经做了有8年时间，那都是希望那些新老客户呢对我们的关爱。妈妈乐 El Monte Plaza 广场的地址是10053 Valley Boulevard El Monte。位于 Belvin Avenue 和 Valley Boulevard 交口附近。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。